怪大贵男是吧？兄弟啊，我看你今天直播怎么阿米表姐又去了？表姐在这呀。表哥，我表哥给我打电话。信息吗？你干嘛？表哥，我表姐过来了，今天打扮得很漂亮。啊？那你不会主动来？下次他来，你给我发，提前跟我说一下吧。我的妈！你在想干啥？没有别的意思，我过去看看玩玩不行吗？那你不提前吗？哦，我知道，你想你过来吃我们家的鲜花饼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吧，四大爷哥姐们，咱们都能帮表哥作证，能不能帮表哥作证？他只想吃我们家的鲜花饼，根本就不想吃表姐，对吧？哦，不，说什么？不好意思，表姐，他我嘴巴秃噜了，不好意思，大家能作证的，大家打个能。那我等一下，我过去。好，过来吃鲜花饼吧，哈。有鲜花饼，得给我留一点。好，快，鲜花饼可好吃了。好的，嗯。哎呦我的！我笑死了，四大姨哥姐们。你表哥好逗啊！哥姐说啊，他是真的看上表姐。表姐，要不咱们让表姐给大家露个脸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要不要让表姐露个脸？欢迎表姐四个字飘起来，我就让我表姐，她不就金线莲？等一会给大家上，在这呢。等一会儿，叔叔阿姨哥。等一会给大家上，咱们等一会上，买了100%给大家上。叔叔阿姨，你看看我们这个品质。对。哇塞，为什么不是都不要走呢？为什么叫买过贝母的不要走呢？没买过贝母的也不能走，因为是这样的，你看。等一会儿哈，等表哥过来，然后表姐，表姐，你来嘛，你先别收拾，先跟我跟我准备一下嘛，我准备一下。你看我准备一下。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表姐把鲜花饼都拿过来了。对，他已经在那吃了。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，我们家的鲜花饼有没有买过的？买过收到的有，已经吃过的咱们打个有。我看着有一个，就是他的评价，就是他说拿了快递在路上一下子吃了9个，当天就举11个了。就是我跟大家说一下啊，这鲜花饼有的生产日期是在这个地方，对，在这个有的是在这个地方，有的是在，因为我们是现做的，六个面都有可能，知道吧？所以说有的说收到，我怎么没有生产日期？你找，不可能没有。如果你发现我们有一个没有生产日期，一箱。退回来，不用退，扔掉。小苗给你补发一箱，补发一箱有日期的。这个真好吃，我好不好吃？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好吃。我觉得我不爱吃饼的，我都爱吃。先不卖，谢谢啊，表姐，你过来，那个给大家露个脸。你过来露个脸，你唱一首歌嘛。我准备一下嘛，准备。唱，你看，我表姐要给你们唱一首歌，叔叔阿姨们。哇，马蹄上都是好吃，确实真的很好吃。说实话啊。我再吃个饼。给你看，这都是花瓣。你看，这一层一层的，叔叔阿姨们。你看一层一层的，里面表姐，你过来，大家都等着你露脸呢，还等着你唱歌呢。那我准备一下嘛，我再吃个饼，等我吃个饼呢。等我吃个饼。等我把饼吃完嘛。好，等表姐把鲜花饼吃完，好不好？你刚刚都摸我了，你要对我负责。我不存在，当我不存在，当我。你要不你抱我一下吧，还是亲我一下吧？那我走了，我上厕所去了。啊，表姐你别走。摸一下你就负责了。那你那次还抱我来了。我是你想抱就能摸的。那我是你想抱就能抱的吗？你两个就不存在了，你两个随便。啊。阿牛呢？阿牛呢？对。阿牛呢？阿牛。阿狗呢？二狗也不见了。二狗刚出去了。出去了，赶快给阿牛打电话，快！在这里，哎，我手机呢？我手机在，哎，不是你，这没有，你偷我手机了？我偷你手机干嘛？我在我屁股后面。赶快给阿狗打电话，那给阿牛打电话，让阿牛赶快过来。我的个天，阿牛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看着二狗就不在了。正在打叔叔阿姨们，我让我二姐过来吃鲜花饼。阿牛，怎么了？你人呢？你在哪里啊？我在大姨家呢。你在大姨家过来，叔叔阿姨们都说吃货没来。他们都说吃货没来，好，安全就好。在直播，你赶快过来，都播了半天了。现在在吃鲜花饼，赶快过来。我的天哪，可以可以。
带你先过来就不能去了。快递过来，金线莲等一会给你们上，好吧？因为今天货太少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太少了，我们要等人少的时候再给你们上，希望你们理解。阿狗呢？阿狗我不知道，我刚刚给阿牛打电话，他说，哎，我表哥说来，怎么到现在没来？我给打电话，打个电话吧。我问表哥，怎么都要先是都要都让先上鲜花饼？我的个天哪！要不先给上一百单，让他们抢着玩。一百单鲜花饼，是让他们先抢着玩嘛？等表哥来了再上其他的。嗯，我问表哥来了没有啊？那也可以。鲜花饼吃过好吃是吧？谢谢叶姐。喂，表哥，你到了吗？我停车了吗？到了。好好好好，快点过来。表姐说一日不见就三秋。不是，你听我说完，一日不见就跟一日一样。小明跟你真幽默，我的天哪！不要告诉他们。包子饭怎么吃是吧？喝水喝。好，挂了哈。上金线莲，我的个天哪！金线莲，等一会。上包子粉的也有，包子粉没有了，一单都没了。我说了，卖完的东西绝对不会再上。对。知道吧？以后都是这样。你干嘛？你想咬人啊？我没有，我又不是狗。那你咬吧，把我咬死吧。有病！表姐看看，表姐你过来嘛，来吧，打个招呼嘛。大家，表姐叔叔阿姨们，大家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让表姐过来给大家露个脸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？铁皮石斛有吗？看都没有人说好了，不露了。我的个天哪！欢迎表姐四个字，或者打两个字欢迎也行。啊！笑死我了！表哥过来了，表哥过来了，你干啥？鲜花饼吗？今天有啊，我要吃一个鲜花饼。那个鲜花饼，老婆饼里面没老婆，鲜花饼里面有表姐。耶，表哥，你今天穿的真帅啊！你看表，我一看阿美，你看表姐的眼睛非常大，和我的一样，炯炯有神。刚刚吓到我了，一样大，和我的一样大。真的，确实没毛病。表姐什么时候？表姐，让表姐过来给大家亮个相。表哥，表姐上车。表姐，你先过来给大家露个脸，好吧？大家都在等着表姐，对吧？咱们没有等着表哥的呢。有，都在等着你呢。啊，都在等表姐。我看都想看表姐，没有想看表哥的。怎么可能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大家一起预约一下咱们明天的直播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谢谢大家。十六号不是明天。哦，对，真的是。十六号。来，表姐，哎，给大家露个脸。欢迎表姐，欢迎表姐。Hello， 大家好。真漂亮。你那能不能稍微你真的时间稍微长一点？哎，我紧张，我一面对镜头我就紧张哆嗦了，我就不好意思了。等我再大家，表姐漂不漂亮，叔叔阿姨？漂亮吗，叔叔阿姨？觉得漂亮的，咱们打上两个字漂亮。觉得非常漂亮，咱们打上四个字。哇塞，真的。打上四个字。我表姐可是最漂亮的。不好意思。哇塞，上表都在夸你漂亮，我的妈，怎么都在打金线莲？金线莲，我的今天一共只有几十单，我不敢上，能懂吗？这个东西你知道它有多珍贵吗？对，一上就直接抢光了。我们现在直播间7万人，叔叔阿姨们，我的个天哪！你以为我不想上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？你有钱赚，你以为我不想赚？你以为我不想赚？真的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这个是真的，因为这个金线莲和贝母他们两个在一块搭配是绝配。对，绝配。你看，让表姐给大家唱首歌好不好？小苗哥每天都在喝。我还没听过表姐唱歌呢。要不要让表姐唱歌？表姐唱歌，表姐唱歌，唱歌。要表姐唱歌的扣个一。要小苗哥跳舞的扣个二。我在开玩笑。扣二。再开玩笑。我跳不好舞。把二扣起来，小苗哥跳那个街舞真的好酷哦！真的吗？我想看啊！哇，我想看。瞎扯！他会跳街舞，你真的是真的？他骗大家的。我没有骗大家。这纯粹就是骗大家的，叔叔阿姨哥姐。你一边去。想看跳舞的扣二。你看全是扣一的，你还让表姐唱歌了。我的个天哪，叔叔阿姨们。哪有？有肯定有扣二的。他们知道我不会。没有扣二的吗？一个扣二的。难道你们不想看小苗哥跳舞吗？他们知道我不会。让我们看一下跳舞嘛，唱歌都没意思。都在打大爷，表姐你自己看公屏。我的个天哪，这么多叔叔阿姨们，那你们想让我表姐唱什么歌？打出来，把那个歌名，好吧。不是我问表姐，你这么长得这么漂亮，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人追你？你俩咋又开始了？哎呀，我们俩是对的，这有啥呀？那要不咱俩走？俺俩走吧，你们可以，你们走，那我走了，你俩，不行，走。哇，叫你们。
表姐出镜，我们俩。我们俩。对。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们走了，叔叔阿姨，快点吧。这个账号，跟大家道个别，这个账号以后给表姐了，拜拜。表姐，我们俩出镜，叫他们俩走。我们俩来吧。不行。呀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没事，我们两个天不存在。当我们不存在。一来我就脸红了，一来我就脸红了。哎，你别坐我腿上呀！你看，表姐全是扣机的，让你唱歌的。我靠这个门脸都是。全是扣机的。你看他们俩，你看他们两个活宝，你看他们两个活宝。哎呀，你们咋不继续了？我们是不是叔叔阿姨们？看，这让唱歌，唱歌，唱歌。唱歌吗？唱什么歌呀？嗯。大家想听什么歌嘛？都打在公屏上。哎呦，我吃个香蕉，行，我吃个香蕉，我怎么有点饿了？你表姐哪一个吃呀？我刚刚吃了好几个。我刚才吃了好几个了、啊、你想让我喂你啊？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叔叔阿姨们，我刚才吃了好几个了。你看，哇塞，你们是不是有鲜花？叔叔阿姨们，表姐快点唱歌，大家都在等着你呢。表姐想唱歌了，让表姐回家睡觉，这么难请。什么呀？你看我今天特意过来吃鲜花饼。没有、啊、没有，我要穿，他们又没有打穿。想听什么的打在公屏上。十来个。你应该不明白我的爱，哈哈哈哈哈！爱十来个爱，我看一下我有没有会唱的啊。嗯。大家抓紧时间打在公屏上。这样吧，表姐边唱歌，我边给大家上100单鲜花饼。懂你。可以。想要鲜花饼的扣个一。大花轿。叔叔阿姨们肯定是在看我们吃的太香了。表哥，你来的是不是？先不上了，不上了。不是表哥，你应该先给我唱一首歌。晚点的。对不对？你要。关键我不会唱歌呀、啊！你不会唱歌，我觉得你唱歌好听死了。你说谎，小明哥说你唱歌很厉害的。对啊，那你不唱谁说的？我听。要不让表哥唱好不好？对，小明哥说的。应该表哥给表姐。让直播间的叔叔阿姨说呀，让表姐唱的扣一，让表哥唱的扣二。表哥。表姐唱的扣一，表哥唱的扣二。我上次唱过了，阿米，让表哥唱一。没事，这个看看全是扣一的。表哥唱的扣二。你唱一首，我觉得你唱歌很听。你看你人长得这么帅，是不是？他们说表哥声音很好听，唱歌应该也不赖。表哥把水果拿过来，照点彩吧。你看你人长这么帅，唱歌肯定很好听。我也是。小苗喝的是金线莲。这个是我的吗？金线莲加贝母，这两个是加在一起是绝配。好了，这个要这两个加在一起是绝配。没事，我刚泡。看表姐全是扣一的，全扣一了啊！对，好，谢谢。你应该不明白我的爱，还有一句我唱不好喽。大家想听什么的来打在公屏上吧。表姐，那你只能你唱喽。那我唱就唱呗。表姐唱。表姐唱，想听什么的打在公屏上。我再看一下，我会唱的我就唱。画你我不会。表哥全是扣三的，让表姐和表哥一起唱。闹会的干啥的？上鲜花笔记本。表哥，我是不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，叔叔阿姨们，等一会儿好不好？多多理解一下。我知道，我吃鲜花饼你们馋了，但是先让我表姐唱完歌。哎，两只蝴蝶，两只老虎，月亮代表我的心也可以啊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来嘛，表哥会唱吗？啊？那表哥表姐唱完了，我们俩不合唱一首吗？啊？那也可以啊。先让表弟你们。有何不可吗？不，你俩也不是不行啊，是不是啊？就唱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来，我们给大家上个突击的，给大家上100单鲜花饼。哦，拼手速，来，表姐唱歌，拼手速去买，不介绍，只有100单。小苗哥突击给你们上了鲜花饼100单，我们直播间现在7.3万。不要介绍，不用介绍，你们自己去上，自己去拍，那个插上就行。哦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送给大家。没了，鲜花饼没了，没了，就几秒钟的事。鲜花饼没了，鲜花饼没有了，我这个铁小苗哥就是一声不吭的给你们上了100单，好多叔叔阿姨们都不知道。没有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来那个这个没有了，那个表姐快了。表姐找好歌了吗？找好了，就一场月亮。那个先要插上的，把那个给我。就是那个，对，插在你的手机上。哦，这样还可以。但是我是没有 VIP。哦，这个你要不你插我吧。插你的，插我的吧。但是这不是有一个小的线吗？开始喽，叔叔阿姨们准备好。来，你要唱什么歌了？你在我手机上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月亮代表我的心，来给。来。
表哥会唱吗？我们一起突击姐抢光了是吧？表哥，我觉得你唱歌肯定会很好听。准备唱歌。好的，老山。爱表姐，还没爱够呢。表哥会唱吗？在上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哇，开始了。合唱吗？你们俩是不是合唱？好听是不是？那咱俩是不是也要表演？你俩是不是要唱一首？咱俩这老是唱歌没意思，咱俩亲一口吧。也可以，我也不介意。阿米就当我不在。表姐，你不能这样。没事儿，我觉得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呦我的天，都害羞。别害羞，看你脸红了没？没有，啊、像没有狗，像红，像红狗屁股了。我脸可没有红。咱俩不能亲一口吗？哥姐叔啊，你们觉得能不能？觉得能的大家打个能。我觉得也没什么。你看阿米脸都红了。我脸可没有红哈。你还没红。嗯。我摸一下烫不烫？哇，烫的好烫。嗯、不好意思，我妹不好意思，我表妹不好意思。阿美，你俩拥抱一下。他们都说能嘛，是不是？抱一抱啊，抱一抱。别抱一抱了，表姐，那你表哥你俩抱一下。好多要金线莲的。是不是？是刷姨们。抱不动了，我太胖。合唱一首，确实真的，我跟小苗哥在直播间从来没有合唱过。那合唱一首呗。真的从来没有合唱过，你自己说是不是？嗯。唱一首吧。金线莲，别急啊，金线莲。我姐怎么都在要打这个金线莲的？等你哈，只有几十单，对不住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只能等人气最低的时候给大家上了。不是啊，咋了？我的天哪，这人气一直这么高啊，现在7.4万人啊，那咋办？那这是咋整？我看好多人要陈县民。嗯，那个阿米啊，咱俩抱一下吧 ，kiss 一下。kiss 不是 kiss 是五。kiss 是什么？亲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。真的。要不这样，太多人都在等着咱们家的鲜花饼，吃货呢？吃货还没到，我打个电话，我打个电话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我二姐到了没有？让我二姐，让我阿牛过来吃鲜花饼。打电话让阿牛过来。我的妈，都在这叫金线莲，我都服了。金线莲，等一会儿，叔叔阿姨们，哥姐说啊，你们知道金线莲什么功效不？喂。我来了，我看着我。我的个天哪，吃过来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已经到门来了。阿牛过来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。人呢？人呢？藏起来了，我跟我玩捉迷藏。我的妈，满公屏都行，今天。阿牛来了，你们看阿牛漂不漂亮？哇塞，真漂亮啊！叔叔阿姨们，我来了。你敢直露？哈哈哈哈哈！
小明跟他打我，你说我干嘛？我的天哪，阿米啊，你说吧，现在大家都在要金线，各位结束了，阿米，你们说是要金线莲，还现在给大家上金线莲还是鲜花饼？我听你们的，听你们的，我不知道了。说实在的，金线莲只有几十单，实话就只有几十单，抢得到就有，抢不到就没有。开始了。我这个阿姨妹，我想吃鲜花饼啊，上金线莲，金线莲，满公屏都金线莲，金线莲，满公屏都是金线莲。我勒个天，金线莲！别说了，那俺们咱们就给大家上，但是我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啊，只有几十单，只有几十单。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功效，这样吗？我说没用，我用百度给大家搜，好不好？百度搜吧，百度搜，我们讲的肯定是没有百度重要，是吧？叔叔阿姨哥姐们。你们看是刷一个姐姐们，整株都能入药，对一二三高也非常的有效果。一二三高，它是我有一句话怎么说的？南有咋说呢？北有虫草，南有金草。哪有金草？金草就金线莲，知道吧？我跟大家我给大家读一下，是它的功效啊。对，就是有。笑什么什么喘，对，气什么什么管炎什么那个的，现在很多你这个东西，你为什么金线莲在冬天卖的贵？因为你们有没有发现得我刚刚说的那两种病的，夏天基本上没有这个症状，没有，一到冬天只要冬天了才有这个症状，是不是？对，是的话你们打个是，才或者说才会严重一点，你们喝这个。草，它还可以提高咱们的免什么力？我正在喝叔叔阿姨们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泡的桑黄。是的，是的，超级的好，还可以降咱们的一二三高。是的，超级超级的好，咱们小肾肾上面就你不太好，它这个东西我做的真的是很神奇的一样东西。哥哥姐叔叔阿姨们，为它可以消炎，还可以消什么什么炎？消什么炎？想要的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人想要？扣一。哥哥姐，说啥？我在我们直播间，今天这是第三次卖。对，第三次。为什么这么久不卖？第一次是在阿米他们家里收不到，收不到，没有其他的原因，就是收不到。超级超级的珍贵，你懂吗，叔叔阿姨哥哥姐们？超级超级的珍贵，特别珍贵。这个东西在大城市，它晒得非常的干，它整根都能入药，不会低于两千。你不懂就不要乱说，知道吧？都七八千上万。对。确实呢，这个东西我确实不。你不要乱说，知道吧？你不了解，你不要乱说。哥姐，知道吗？这个东西说实在的，好久没卖了，我确实不知道。这个东西你们懂的应该都知道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七八千上万的，这个东西，哦，超级超级珍贵的这个东西。知道，我买过是吧？这个要喝。知道了，咱们打上两个就知道。你看，像小苗一样这样喝，这样泡水喝。给你们看，叔叔阿姨们，这个是桑黄。然后这个就这样泡水喝，它入口不难喝，很好喝啊，入口很好喝。我们对它是有点。哥姐叔叔阿姨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是多少钱收来的？1300。刚刚何总让我把货对给他送过去，但是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这个我还没跟他谈，谈好的是贝母，金线莲还没有谈，还没有谈。对，我们。在没有谈好之前，今天我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对，确实，明天谈好了我就不上来，希望大家理解。是的，好不好？也快过年了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拿回去自己泡水和家里面来亲戚，给他泡点这个金线莲，特别有面子，而且你送领导亲戚朋友，都我那个铁头超级有面子。嗯，一共就几十单。几十单。7.6万人，你上，我的个天哪！一共就要不你别上了吧。130一斤收来的，咱们50克的仓，50克就是50克130加8块钱，138。再做个100克的链接，100克就是260。268，还是两百六，同样加八块钱，一定要买100克的更划算。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这个金线莲，你们。50克很多，它晒得超级超级的干，知道吧？哥哥姐叔大爷们，你们很多人已经收到这个货了，品质不需要多说。但是有一点，小苗要跟大家打个预防针。我的个天，这个放着。就是你们收到过之后，要像喝茶一样，要晒一下，要洗一下茶，洗一下，不要洗泡，就稍微洗一下就行了。太珍贵了。还有哥姐，这个晒得太干了，你们也知道，农民伯伯很实在。因为这个也只有晒得太干了才能放的时间太久，然后你们收到过之后，因为快递运输可能会有一点点碎，
不要丢掉了。对，泡茶没有任何的区别的。你想知道吧？没有任何的区别。是的，而且阿米、啊、直接给大家上13850克。嗯，一定要拍100克的。哦。100克，下次你想要就没有了。咱们如果就跟何总给我们的价格 OK， 我们直接就给何总。而且叔叔阿姨们，你们也快过春节了，你们拿回去给煲汤，就是过年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吃年夜饭什么的时候，煲个老母鸡，煲个炖，就是鸽子啊，炖排骨。泡酒什么都可以，这个泡酒可以最好。对，这个非常珍贵，这号称黄金草。和贝母一样黄金豆，哥哥姐叔大爷们，我们这个只能还是那句话，这个只能给大家用备用链接。这我的个天，确实只能用这个梅干菜的链接。梅干菜，大家能不能接受？如果一旦用这个链接被封，我们能不能接受？能接受的大家打个能，我就给你们上；如果接受不了就不上了。这个、说实话，好吧，对金线莲和贝母一起用是最好，对的，他们俩是绝配。拍过贝母的一定要拍金线莲，知道吧？我们只能用梅干菜的链接，你们直接拍一定要拍100克的哈，那就直接给大家上了。那就我们就直接给你们叔叔阿姨们上，一定要去抢100克的，一定要买100克的，很少很少货，很少，你拿超级的珍贵，拿回去每天像我一样泡水喝，就当养生。5 4 3 2 1上了，已经上了，就只有几十单，我的个天哪，叔叔阿姨们，说实话，我们这个价格、你在哪个地方都不可能看得到。刚刚在哪里都见，对，你天涯海角都见不到。这个东西在大城市七八千的，你们可以随便去问。如果不是七八千的，退给我。是的，退给我，退给我，退给我。你就喝了2次，我都退，我都给你退。我就这么的自信。没有，尽量别退，这个太贵了。我退多了，我没有啊。怎么都打没有啊？你没上吗？但是我这边有啊，不会。我的个天，没有吗？没有吗，叔叔阿姨们，这啥情况？有三环吗？没有，给你们看，给你看，姐姐刚刚跟我们连麦，赶快就卖，阿米没了，没了、啊、没有没有了没有了，你一上就没了，没有了，抢完了抢完了抢完了，你们手速这么快，没了没了没了，3秒钟都不到，叔叔阿姨们，你们是不是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？谁不知道？我的个天哪，小苗哥，确实真的这个很珍贵，没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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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没有了，对不住。对不住了，因为这个东西是吧，抢到的给我打上两个字开心，开心，抢到的打上两个字开心。我说实话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这个东西你收到过之后，咱们有没有平常经常就是这样的是吧，笑什么什么什么喘气什么什么管什么什么什么炎，特别是一些老年人真的就是、累的时候，劳累的时候很容易喘。对对对，这个东西你看就像小苗这样，但我不要像我这样泡的太多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是为了给大家更好的去展示，就放一丁点就可以了。叔叔阿姨，知道吧？像我这样放一丁点就可以了，对，太珍贵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。像我这样就可以了，我就放了很少，因为你们也知道，我虽然年轻、知道吧？但是这个东西还是每天当养生来喝都是很好的，知道吧？这个必须一定要长期的。哎，阿米，就上次我不是也去那个、就是那个白大褂那儿检查吗？说我就是阳过之后有小结节，是不是就要吃这个呀？就要吃这个。我的天哪！哥哥姐、叔大爷们，咱们有没有阳过的？有阳过的大家打个有。我跟你说，阳过的都有小结节。阳过的90%都有，不能说都有，至少90%都有。你到医院，医生都会建议你就喝。确实，那前就喝这个，喝一段时间过之后，一定要喝。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一定一定要喝这个，喝了一段时间。小苗，我实话，我给你们，我平时实话实说啊，我来给表姐泡。我晃的有这个，好的，还有贝母，我有时候还会晃点桑黄。你看我还会上晃桑黄，因为桑黄不能卖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还会晃点桑黄，超级的好。对，确实真的，前几年口臭问题的时候好严重哦。干嘛呀？因为这个阳过之后，很多人都必须要喝这个，所以抢太快了。对，确实。给你留点标记。没抢到的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人。我说你，阿米你也要喝，只要阳过之后，这个地方都有小姐姐。我是没有，但是我可以喝。他没有阳。哦哦。他真的他太。我因为我在大山里面知道我是啥姨们，我没抢到的扣个一，我看有多少。对呀。你咋上这么多扣一的？其实我是。你不会偷偷的留了一点吧？不是，答案你明天到去找何总见面，你东西你不带，人家怎么看？你留了多少？30单吧。我天哪！但是我们还没有两三斤吗？
我知道，但是我们还没有跟合作谈好。这样吧，哥姐叔叔们，你先拿出十单吧。15单。15单，哇，可以。好吧，给大家上再上最后15单，好不好？叔叔阿姨们，再留一点给我姨他们再去买，哦、因为这个只要阳。哦，那就13单。对，只要阳。好吧，我再能给你们上13单、嗯，好不好？只有最后13单。13单上完了。只有最后13单，一定要买必买的东西啊，叔叔阿姨哥姐们。是的，叔叔阿姨们，给你们看这个。我们只能用梅干菜的链接啊。对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是什么，我就不说了哈，等一会儿说了就说了。5、4、3、2、1，一定要买100克的，叔叔阿姨哥，你们鲜花饼等一会给你们上，等一会给你们上。确实，我相信我的个天哪！怎么说呢？90%的叔叔阿姨们都养什么什么过，不管是你有没有养什么过，嗯，是吧？你年纪大了，你真的像我一样就是泡。我们用的是梅干菜的链接，你们收到全部都是这个哈，不会发错。不会发作，因为这么做目的是为了不封号，希望大家理解。不封号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拍梅干菜就可以了，叔叔阿姨们。拍梅干菜就行。就拍那个下方链接138，你们点购买、嗯，填写自己的地址就可以了。就是、对的，炖鸡。赶快去抢！哇塞，这个大哥太懂了。是的，炖鸡或者是炖那个猪蹄的时候，阿米放点这个。我的妈！瞬间的就剩8单了。8单。我的个天呀！7.9万的直播间，你说我那个天，这你们的手速太快了，一定要买100克的。阿米、啊，最主要这个，我们接下来就直接跟何总合作了。确实，不然因为他说实话哈、啊，他给我们的价格肯定是比在直播间卖要高的。是的。所以说这个东西最主要，我们一共也没卖过几次。没有，这个因为这回人气也不高。对。就直接所有就给我们的铁粉了。还有最后4单。舅很好是吧，蓝皮姐姐。还有4单，我的个天哪！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，看阿米啊，最后20，最后再卖最后2分钟结束。最后2分钟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收到了，很清香是吧？你们看，叔叔阿姨们公屏上，我们这个机械里，你们看，像我这样每天泡水喝家的贝母，你们刚刚家里面有贝母拍了贝母的，像我一样每天喝一杯。卖最后2分钟结束。对，2分钟后1单都不卖。1单都没有，已经计时了，叔叔阿姨们，已经计时了，我的天哪！叔叔阿姨们，你们还可以拿回去过年的时候炖鸡、炖鸽子、炖排骨都是很好，对全家人身体都是只有任何可以泡酒，对，只有泡酒也超级的好。我是阿姨，贝母卖完就没有了，卖完就没有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。哇，还有最后2单，还有最后2单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最后2单卖完结束。谢谢年好合适吧？哦，我让我同学他们来抢，我让同学快点，只有2单了。好，马上，我应该是抢不到，我都给告诉他们，因为他们自己拼。还有1分半钟，赶快去抢，叔叔阿姨，这个东西卖完。你看，以后。我们就跟何总合作了，是的，叔叔阿姨哥，你们喜欢就只能跟何总合作，一定要买100克的，一定要买100克的。那个叔叔阿姨们，我的个天哪，就只有1分钟了，差不多只有1分钟了，赶快去抢啊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1分钟完了我们就没有了。对的，拍了贝母，拍了梅干菜，好的，谢谢。还有最后1单，对，只有最后1单了，赶快抢，没了。给你们看，你们喜欢喝酒的叔叔还有哥哥阿姨，你们都是拿回去自己泡酒，或者是。是吧，快过春节了，你们家里面来亲戚是不是？最后1单拍完结束。对，八大爷来了，给他还有50秒，特别有面子，叔叔阿姨们。还有50秒。50秒，我的个天哪，只有50秒了，只有最后50秒，叔叔阿姨们，最后50秒就上完了，就没有了，知道吧？给你们看，而且我们下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了。这秒钟还没到，已经结束了，怎么办？没了。没了，那抢完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不好意思，没有了，秒钟没到，货就抢完了，秒钟没到，抢完了，对不住了啊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对对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太珍贵，太珍贵，太珍贵了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我朋友都没有抢到。那没办法，我下次了、下次也没了，下次应该也没了、哦、下次也没了，说实话真的下次也不会再有了，那也真的没有了，没有了，结束。阿米、啊、要不给大家来点鲜花饼，可以，我觉得这个照刚刚有一句话、给大家来点鲜花饼，对，叔叔阿姨们一直都这样上鲜花饼、啊、没有了，叔叔阿姨哥你们来做装起来吧，明天金线莲必买的东西啊，鲜花饼，没有了，叔叔阿姨，现在想要鲜花饼呢，咱们给大家来点鲜花饼，可以，好不好？青山绿水，这个鲜花饼真的好吃。没有喽，阿牛做代言。不是阿牛，你看阿牛底下吃了6个，6个，我的个天呐！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再把这个吃完就已经8个了。阿牛吃了8个鲜花饼。他那个底下，他脚底下都是那个，你们看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你看，吃了，我的天呐！阿牛，没事，你好的，知道了。
我没吃饭过来的。我们要拍表姐。要拍表姐啊？为什么要拍表姐？难道阿牛不香吗？阿牛拍阿牛的有没有？拍一个真的。拍我干嘛？我等他们进屋就这样子。阿牛漂亮是吧？对，阿牛好漂亮，真的。谢谢，哇塞，好美呀！哎，这个表哥，你一块说我漂亮，一块说阿牛漂亮。你们都漂亮呀、啊，阿敏也漂亮。表哥，你到底是我表姐漂亮，还是阿牛漂亮？他一会儿说他们俩都漂亮。他一会儿说阿牛漂亮，一会儿说阿牛上车，阿牛上车，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，说男人的我一块一，怎么可能一块一嘛？免费包邮到家。一块一都不值了吗？说谈钱伤感情、啊。哦，对对对，是的。你是养什么？我勒个天耶！我的妈，阿狗啊！你看阿狗在那干啥？二狗，我跟你们讲，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二狗在那儿烤着火，喝着我们的那个石斛茶呢，还吃着鲜花饼，还吃着鲜花饼。你看，别吃了，这一口喝着我们石斛店泡的茶，一口一边吃着那个鲜花饼，大郎上鲜花饼。有没有二狗，你过来，你这事办的太不厚道。什么跑单？昨天我表弟跟我说，你请他吃饭，吃饭，你请他吃饭也不让我给我送杯子，你都你还没加我，你要加咱们的粉丝灯吗？要不交一下叔叔阿姨？谢谢你，阿明，你交一下。来，那我来。我那个叔叔阿姨、哥哥姐姐们，我教大家加一下粉丝灯牌，因为只有加粉丝灯牌咱们才能送啊。是的，首先要点个关注，点关注上方有一个五角星，就是一个黄色的小星星，你们要加入粉丝灯牌，到五级了，我们会给你们送一个这样的杯子，特别有纪念意义。你看，哎。对，你看小公益之路小梅和阿米，你看感恩有你，感恩有你。来，我教大家一下。来，教一下叔叔阿姨们。在我手指。但是点关注了，这个才能出来的。爷爷。点加入就可以了，很简单。叔叔阿姨、哥哥姐们，很简单。嗯。阿米好漂亮，谢谢军哥，谢谢谢谢。阿牛长得像他爸爸。爸爸，那我呢？那我长得。阿狗，阿狗，大家一起加个粉丝灯牌，粉丝灯牌八级的时候才行啊那个、哎、那个五级，五级才行啊。阿牛啊，哎，你好，你吃。我这个天，还在吃，叔叔阿姨们，我在吃这个酒，我刚刚数了，已经吃了六个了，还在吃。我把这个吃了就不吃了。你吃一箱子了，我的天哪，我们看哇，里面满满的鲜花。阿牛，你吃。阿牛，你吃几个了？你们看着他就不好意思了。没事，吃吧。嗯，不过说实话，这鲜花饼确实，嗯，确实好做，用玫瑰花，嗯、一种墨红玫瑰。阿牛就是个吃货，你自己看公屏、嗯，你每次来我们直播间，一吃鲜花饼就是有八九个的。你过来，咱们我想跟你聊一下，我不想和你聊。阿狗，我盆拿过来，阿牛只会吃吃吃，阿米只会说说说，对不对？起来起来，来，那个拿掉。来，我的天耶！嗯，好吃。下次他请你吃饭，爸爸喊的，单不买的不让他走，下次先买他。我的妈，直接跑了，直接跑了。我跟你讲，我昨天真的从来没有丢过这么大的脸。叔叔阿姨哥姐们，要不要我给你看看昨天阿狗的嘴脸？我这想不想看？想看的扣个一。他那，我给你看看，你们前面没给你们放的。对，没有。最开始的那个。最开始，我勒个天嘞！我给你们看看他那张嘴脸。前面我跟你们讲，叔叔阿姨们，我以为他是真的真心。想请我小苗跟我们两个吃饭，因为小苗哥对他也很不错、嗯、一给你是不是两三百三四百的给我做个单都没帮我的忙，我也想请他吃饭啊。你闭嘴，你别说了，肥到一家去。过来过来，咱俩聊聊。你过来吗？我不想和你聊。你来不来？不来。来呀，你吃着我们的鲜花饼，喝着我们的石斛茶，真的是还坐在那里潇洒。你今天把钱有没有给他？你今天来说给他有没有？来，叔叔阿姨哥姐们，他给我给个屁。没给啊。没有给你，给你们看看，我给你们看阿狗的那张嘴脸哈。嘴脸，对，你们看叔叔阿姨们。等一下，我没看。干什么呀你？哎，干嘛呢？他抢我手机。你有逼是吧？你干什么？用我在，你干什么？真的是。你想搞什么？你现在知道羞耻了是吧？现在知道害羞了。哎呦，昨天那事办的不知道，给你们看看。你们看叔叔阿姨们，我昨天真的说实话挺开心的。啊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菜我都点好了。你今天怎么不热情的吗？啊，热情的很，热情的很。最后你们看，你看要拿两包烟一瓶酒。今天买的什么酒？我的个妈！你点这么多菜，我都不好意思。你看，我的天哪！你点了太多了吧？这你多不多？就一瓶烟吗？没有啊，好好好，没有。你看拿两包烟，这荷花烟多少钱一包？我操，他还抽荷花了昨天。啊，荷花烟多少钱一包？多少钱一包啊？有没有知道荷花烟多少钱一包的？
我看他平时不就抽了10块钱一包了吗？他结果我再要不要看看结尾？我勒个天哪！要不要看看结尾？要看看结尾的，咱们扣个一。你看小苗哥上鲜花饼，他们说上鲜花饼怎么办？你看好多人都在，别急，叔叔阿姨们不着急，年货给你们备的满满的。多少？多少表哥？啊，鲜花饼？不是那个荷花。荷花应该40。40啊！我勒个天哪！我的天哪！41包吗？叔叔阿姨们。我昨天拿的是拿的给你拿的荷花吗？对啊，拿了两。被他拿走了，我给你看。几天的就抽了10块钱一包了，我看。我勒个天哪！他满满的都是套路，我才想起来他是不是点他点的好像全部都是他自己喜欢吃的。对。然后我给你们看哈，我给你看阿狗走的那个那走的时候啊。你看你丢人丢的。啊，你第几个了？我给你们看。我也不知道我记错几个了。给你们看了啊。跟我回去结婚，后面的事。再说什么？你这不看我，别当我傻，你这什么意思、啊？我的妈，什么意思啊？我一天呢？昨天你看自己喝不少、啊，他自己喝了大半瓶，喝到底了。你们看完是抓一个姐吗？什么意思啊？算了算了，什么人嘛？把酒和烟都拿了，你看，酒和烟都拿了。阿哥，不要看完是抓一个姐吗？你看、最尴尬的是在后面。哎呀，这怎么办？小明哥，你也知道的，他劝我二姐回去跟他结婚，这是不可能的。妈，这我知道。不是，没。反正菜也没有剩多少。你要干嘛？没有。我这阿牛还不知道这个事。我的天哪！那我们就走了嘛。你看，你看最干。没，我勒个天哪！阿狗，你过来看，你过来看。你自己看那个老板娘，我们小明跟我们两个走到一块儿。点了几个菜？点了5个，一共干了300。对。想下馆。花了300。找你们骗吃骗喝了，找你了。我估计你这八成就是他点的全部都他自己。昨天的荷花给我一个。昨天也不是很吃。是不是人才叔叔阿姨哥姐们？阿狗，那个阿牛啊。对。你怎么还在这吃啊？我勒个天哪！哥姐说有没有？阿牛没吃饱是吧？阿牛吃了多少了？吃了一，加上我刚刚说。